我要把它穿肚脐洞。我就觉得你好像蛮高的。到160。好高呢。这是给客人做纪念用的，你们不要拿去做商业的用途，知道吗？我先架起来。说这几个店还不错，因为有些就是我就看老板的专业，会讲解，然后会。没有，就是我比较不习惯说帮客人乱传，然后且收给客人。因为有些店感觉就不太会去分享这种资讯，然后我就没有知道说会怎么样。没有，就是让客人知道，他就不会害怕，因为你不清楚，你会害怕。牌子的话，这个是304的牌子，那一样是不错，还要带这个颜色的。先消毒一下，戴个手套，然后我上这个药，这是对骨的，它是同样抗生素，那让你伤口好，药块不会去感染到。大陆的针，里面包装就放了一个设计。我会把你救起来，要传给说，我要传给江子。要说吗？还是不要说比较？戴一下头灯。教练，我本来这边有一个灯的，可是灯被装在脚架上面。看，如果看别人影片，他们就夹子。可是我没用夹子，可能看起来比较普及。那我如果再有说不要用力，但是还是有点小紧。那没关系，我们怎么样都遇到过了，都穿那么多，都上万人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里，我上面帮你上点药，你上面没上到。就这个小小的上面放一样，这样漂亮吗？而且是贴贴，等一下你可以，我帮你上完药，你可以坐下来看看它不会去挤牙膏。而且你会发现你每天流血，你有没有用比较新的针帮客人穿？流血液，你是会有，但是不多了。帮你把针穿上。
下看看。你玩掉看看，你看你玩下来的话，它不会被小布顶到，然后这里球小上面小布会突出一点点这样。哎，是这样子。看，多到了，你想很久了是吧？对，我想很久。因为就是一直就还是会担心，就是怕。所以你就爬来勾我。对对对，我真的看了好多影片。然后后来发现怎么很多我的影片跟别人的照片这样。就是因为我看就是老板就是会愿意就是拍出来，我就会觉得就是是那种。因为别人他不让你拍，是因为他怕没穿他，你会去告他之类的。对，就是。就会觉得，就是而且有很多，就是有很多影片可以看，就会觉得很有经验。当初是很多人叫我不要播影片，因为他们都要去学，可是技术就是手感的问题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工具，也没有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。那你看别人在穿，都是用那个菜鸟的方式穿，就是用个小夹子夹住，很痛，然后把客人。然后没穿好就说是你肚脐怎么样？你可以先点了，稍微没穿好再垫。就看说原本是想说要不要去枪穿，可是我看枪穿。枪穿都骗你说不会痛，可是会歪掉。对，他想说。然后枪，然后要枪打得太薄，然后针太短了，你就会出问题。谢谢谢谢。那如果就是之后换针什么的，就再预约。你再跟我约。好。什么感觉？如果说疼痛最痛的话是死的话，你这样大概多少？我觉得。痛感三。三四左右，就是会有感觉，但是还蛮快就过去，然后就是还好，就是跟耳洞差不多啦，我觉得应该更不痛吧。孩子，我帮你把夹子拿下来。你骑摩托车来是不是？对。那我稍帮你贴一下好了，因为你穿的是浅色衣服，怕等一下去沾到。你们有需要可以参考一下哦。